人间短短几十年，死后往哪里去？这个事情应当是你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啊！啊，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这个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很多，随意流转，完全看你自己造的业力。你这一生造作是善业，你决定在三善道；你造作的恶业了，你就不免要堕三恶道。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它的去处是非常殊胜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那个地方。